聊了一点，而且看着很无聊。然后肩带的部分，你看，肩带是有超弹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不会刺皮，这画面好变态，这个是不会刺皮肤的那种，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很舒服的，而且它拉就是在拉的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被你弄坏。来，你们看一下这边，它是可以弹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好吗？它不能调长度吧？然后后面就是像这样子，就是背那种美背式的设计，对，美背式的设计，我觉得粉红色比较明显哎。对，白色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它的粉红色的，它的胸垫也是用白色的，可是它的白色的蕾丝就是用白色胸垫，所以看比较看不出来。对，然后黑色就是用黑色胸垫，所以就还蛮 OK 的。但其实本人看得出来它的纹路吧？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然后你也不要担心，就是就是它的胸垫没有分，没有照它的那个蕾丝颜色来、嗯，因为我知道粉红色的胸垫很少，不要为难它。对啊，就是粉红色胸垫真的很少，所以粉红色。但是我觉得它配白色这样子就还可以吧，就是 OK 吧，而且会看起来比较有放大效果。对对，有放大效果。对啊，来，有人说低可以穿吗？可以，弹性超爆好，我再拉一次给你们看。